儿时的回忆零食驴打滚啊，这一盒是450克，然后两个口味，一个原味，一个豆沙馅的啊。我现在给你们拆一袋，来一个原味的吧。我记得小时候买的话，1块钱能买一大袋，你看现在，啊，包装贼好。这一大盒啊，这一大盒是450克，将近1斤装。驴打滚，我现在吃的是豆面的啊。嗯。这个味道太回忆了，黏糊的，香甜软糯。